毕业入职之后的第二天，下班之后回到那个电梯，然后在那个电梯门关上的前一秒，发现有一个男生也要进了电梯，他就把那个门给挡住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进来了，然后那个男生呢脸红了，然后憋了半天憋出一句 I like your hat。 今天吴彤真的是我们第一个结婚的人，非常的非常的不可思议，也为你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在去年的夏天，就是我来西雅图做短暂的停留，终于见到了传说当中的曹刃。虽然只有短短两天的接触机会，但是马上就发现了曹刃真的是明白了，就是说为什么吴彤会觉得曹刃是那个可以托付终身的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今天呢最最最让我开心的是刃哥在微软通过他辛勤努力的工作，每天拼命的 on call 啊工作啊，找到了他一生的伴侣，我们的吴彤同学，恭喜啊。所以作为一个老朋友，看到他们一路走来走到今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借此机会代表所有在座的老朋友和没在场的老朋友，衷心的祝这对新人生活幸福美满，白头偕老。我和吴彤的妈妈在这里尤其要感谢曹卓和王小倩，那么你们二位培养了曹刃这么优秀的儿子，那么我们作为父母为有吴彤这样的女儿和曹刃这样的女婿感到非常自豪。曹刃和郝吴彤是我们两个家庭的都是独生子女，这两个孩子的教育就业到结婚婚姻大事都是我们两个家庭的中心的重心，所以今天他们结婚是我们两个家庭最高兴的日子，是吧？为了大家的幸福与快乐，干杯！